然后做第一天就这样搞，我想做的，嗯。这不是跟我们隔个班一样的？对啊，没有他，他在当班长。对，有交流。对啊。然后，你们今天主要做什么？你们？啊？什么？嗯？啊？没有。没有啊？哦，刚才讲话。第一场面包有什么特别的？啊？哦。所以我觉得。上课很辛苦。没有那时候。可以，还有口罩，口罩啊，一个三个都，你刚不可以我呀 ？Hi everybody， 要注意哦，他，思晴在那边啊，你看到他吗？我还要吃。对不对？还要讲下面不？先到。先到，到先。先到是那个啊？先到是那边的。什么了？什么了？你又跑来那边？那边多人呢、啊？多少班？一个人多？六十个。啊？那么多，然后很多人，有问题哦，还好啊。哦，班上一两个吧，那然后老师在班上讲。我看到两个人，嘉欣。苏南龙那边的很出名的，谁跑过来？谁跑过来？问题大不好，再一说啊，没有。啊？现在再一说。哦，再说问题。再说房间啊。你去那？你住哪里的？你住马国大。哦，所以你来这边的话，你就去出，这种不是租出来喽？啊，分到学校，分到附近。嗯。你好啊。OK， 来，我们继续。其实你可以，你没有申请，你没有申请转过去。要。口罩戴好来。好，来，我们继续我们下一个的特征，也就是科技。Yes, technology 叫做科技啊，如果不懂的话，懂吗？什么叫 technology？ 明白了。啊，科技是什么？以前那里可能有机器人，机器过你的头。来，这科技啊，哎 ，hello， 要吵出去吵。我第二次啊？我第二次。科技的技是哪一个啊？这个，想啊，科技啊，所以你看啊，以前的科技跟我们现在的科技有差别吗？没有，没有啊。当然有啦，以前有电脑吗？以前有 machine 吗？以前有电视吗？我讲这个文明社会，古文明社会的时候，不是讲以前，那里能有他们那里有车，他们有电脑吗？马车是跟我的车不一样吗？所以这科技也是不一样吗 ？OK， 来，所以你这个字你们要写上去啊。Technology 呢，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memberikan keselesaan kepada masyarakat， 也就是给我带给我们社会舒适。OK， 这是舒适，带给我们的社会更加的舒适。写上去这个字 memberikan keselesaan kepada masyarakat。Tulis cepat. Teknologi 的目的是
带给社会更舒适的生活。要自己写东西，你写了吗？你哪里有写？你确定这个字不？口罩。写了吗？这个里面有在写。OK， 所以在这边呢，他讲哦，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格马黑兰，我们的技能呢，社会呢现在开始越来越多技能了。Dalam bidang teknologi telah menghasilkan pelbagai barangan，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技能在这个科技上，所以我们可以生产出很多种的物品，或者是 hasil pertukangan， 就是手工艺品。还有 monument 我们叫石碑 ，monument 啊叫石碑。All righ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些古文明社会他们所建造或者说制造的科技，你看第一个 ，Tamadun Mesopotamia， 他们有一个很厉害在什么？他们很厉害在那个建筑业，他们会建这个，你看 他讲了 Taman tergantung Babylon， 什么是 Taman tergantung？ 什么是杆洞？杆洞是吊着的，是吊着悬挂的意思。所以哦，他们可以做这个花园哦，你从远远看哦，那个花园好像在悬挂在空中的这样的，这种科技，我给你们看啊。稳定还是剪刀，小姐，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那这个是达曼感动 Babylon， 就是这样子的照片啊，它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所以你从远远看哦，它好像悬挂这个城那个他们的那个花园啊，悬挂在那个天空上。就是这样子的，在美索不达米亚这样子，美索不达之后，我再进美索不达米亚再给你们讲啊。你看从远一看这样子的，它的花园然后全部是在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一个的科技，他们很厉害建这个建筑物出来，没有。或者是他们很厉害做什么呢？他们做 roda 是轮啊，轮子。所以你看到以前的马车后面是有大大的轮子啊，或者是牛车是会有轮子，他们制造出来的咯，没说不打你啊。所以这轮子为什么我们要建轮子？为什么建轮子？你建轮子的话是可以载东西，它走得比较快，所以带来他们方便哦，舒适哦。轮子，然后第二个我们看 Masibuba 古埃及他们有什么科技？古埃及你还做什么？埃及，古埃及啊，古埃及就有个法老王那个啦，埃及有什么东西？他们厉害做什么？Hello， 快讲话了。Hello， 口罩戴好来可以吗？电动没有。来，我是不帮你念什么？金字塔是不是 pyramid 啊？如果不懂什么 pyramid 这个，金字什么来？那这个金字塔，你可以想象你看啊，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那个三角形哦，全部很对角的。如果你学到trigonometry数学的话，你看以前的科技，还有这些石头哦，都是很大力的石头来的嘛。他们讲搬上去，然后每一块石头哦，它的那个尺寸啊，全部都是很精准的哦。然后还有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那个狮子头啊，也叫做这个 Sphinx。
啊，就是这个狮子头啊，奶奶啊，这个就是那个 sphinx， 狮子头，这个啊，这是古埃及他们的这个，他们有什么以前的人怎么样建出的东西，可能有 alien， 或者是以前的那个他们古埃及的人都是很高大的，很高大那种的，然后现在我们人类越来越小了，找他们在研究他们怎么去做，然后里面的话，哎，这个里面可以进去的是吗？现在法老王啊，他们的坟墓的嘛，里面，很多机关，他们讲很多机关不是真的是假的，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你们，不单单一座，还有很多座的嘛，这个金字塔在这个埃及那边，那这个是很多，可以去看一下都在沙漠地方，对不对？埃及。啊，就是他讲他里面的构造是这样的啦，啊，这样啊，才吹。你可以去看到 Google 很多，他们 Google 你去看一些正确的考古学家，他们去开的。啊，哎，我们找到木乃伊，刚才找到在里面呢。OK， 还有这个 Sphinx。OK，Sphinx 就是那个狮子头啊。然后达马顿印度呢？达马顿印度斯呢，他们很厉害在做物质。OK， 从多年这个本名的安德加的国大摩亨佐达罗啊，摩亨佐达罗给你看一下，摩亨佐达罗就是啊，现在变成这样子了啦，因为是很多以前嘛，它变成这样子了，还一样吗？本来是物质很高，很多物质是因为经过岁月的摧残，因为这是古文明社会嘛。就剩下的东西变成这样子吧。这个是印度的文明社会，他们建的屋子，所以你看四四方方的，全部都是有规划好的。啊，这个不是什么了，啊，这是其中一个剩下的地方，这个可能是他们的这个冲凉的地方，哎，冲凉的地方，然后他们屋子哦可以到两层到三层那么高的嘞，以前。他们讲做到两层楼、三层楼的屋子哦，我不明白，又这么恐怖哦，所以这是他们的科技咯，他们的 technology， 他们厉害的地方。然后黄河呢，中国 ，OK， 中国呢，黄河呢，他们比较厉害的是在工具，就是做耕种的工具，或者是他们用这种钢砂、用铁啊，他们喜欢打铁做刀啊。或者是那个耕耘的工具咯，基达安巴加乌多巴达尼安，耕种的那些工具有什么？这个然工具呀，啊，爬喽，那个镰刀喽，这个他没有呢。也照片，铲子啊那些啦，都是耕耘的工具啦。这些工具呢，都是用铁做的，或是铜做的。哎，像那个猪八戒那个什么，猪八戒是耙是吗？那耙是不是尖尖？他们讲做出这样子出来嘞，我们一个一个去打哦，去敲敲打打打出来的，去烧那个铁，融化那个铁。如果你耕种的话，就有了。哎，所以这个全部都是他们的科技，白方，白方吗 ？OK，before 我进阿伽玛跟可不还有这个独立山，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练习，因为还剩六分钟，我们一点点可以做。来，我们你直接去看我刚刚给你们今天的那一份练习，你们网课同学拿了吗？来拿了吗？这个练习。好了。啊哈，请看第二页，这个 objective 的第二页。你可以做第十一题，叫啥？十一题，十二。但我要跳，因为有的我没有讲到的。十一、十二。十五，还有十四。哎，你做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先做这四题先。十一、十二、十四、十五。
objective。这个我给刚刚给你们的第二面的第十一题、十二题、十四题跟第十五题。对，做第十一题，十一，十一。哎，这个有了，咱们就讨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河那边有那个四个河的、啊。可能我是在我脑袋有的，你没有写出来吗？在这个啊，在这边我有写的。哎，这边有啊，这边都有啊，这些都有啊，罗大有啊，第三面有Sungai Tigris、Euphrates、Sungai Nil、Sungai Indus、Sungai Mekong，十一、十二、十四、十五，一道什么不做？一道我做了一道几了的，不要紧，我跳来跳去做先。它其实有答案的，你看不清楚吧？没有关系，等下我们再给你多一次。十一题是还没有做过的，现在你们做。好，快点。所以第十一题是什么答案？是 A 吗？对，有 Sungai Tigris、Euphrates 跟 Sungai Nil， 还有两个是什么 ？Indus 跟黄河 Bagus， 所以这个是 A 啦。好，然后第十二呢 ？Pernyataan berikut berkaitan dengan aktiviti ekonomi masyarakat tamadun awal dunia melakukan perdagangan tempatan， 所以他们 perdagangan tempatan 有什么东西罢了？pertanian 还有 craft 当然 bagus， 因为他们种植嘛，种植过后他们拿他们种植的东西去换什么？换手工艺品咯，所以是三跟四 bagus。来第十四呢？Apakah golongan awal terawal ha mengetahui pemerintah di negara kota？ 我讲早期的话是谁？是那些宗教士是不是？啊，然后才到谁？才到拉加，对不对？从本地大先才到拉加，等下这边有讲到了的。那本地，等一下，本地大先，然后才到拉加，所以答案是本地大。第十五呢 ？Apakah faktor yang mempengaruhi pembentukan kekal tamadun masyarakat tamadun awal dunia？什么主要的因素他们才会居住那边不要跑了 ？Yes， 因为他们种植了嘛，有食物足够的食物吃了嘛，所以他们才会定居在那边哦。所以是 kegiatan pertanian。等要放学呀，等。OK， 好了吗？网课的同学 ，Clear？ 好了。So， 我们就先到这里先啊，然后会等第二站等 ，So 我们就下个星期见 ，OK， 拜拜，拜拜拜。